我是默默，刚刚放学。我每天都是自己坐校车来，肚子都饿了，不知道妈妈在家里面饭煮好了吗？回家吃饭喽。这个书包太重了，每天都要背着回来。妈妈，妹妹，我回来了。嘟嘟，你在呀？是呀，小妹。默默，快来吃饭啦。好的，妈妈。默默，快点洗手吃饭啦。好的。好好的洗一下手，吃饭的卫生。可以啦，吃饭喽。喝一点水，擦擦。妈妈，快点来吃。小妹肚子饿，我都已经吃好了。妈妈啊，妈妈挑起来给你。嗯。妈妈，我吃两片好吃的东西。今晚饭你吃完了，我们还有一碗。他听什么？爸。今天晚上饭吃了给你。嗯。拿来干什么？妈妈，我爸还有一碗。嗯。妈妈煮的饭太香了，有那么香吗，梦梦？对呀，妈妈煮的饭就是香。来吃鱼肉。嗯。多吃点鱼肉。妈妈，我一个妈咪的啊。来，你把。妈妈，我呀。哎呀，好，妈妈一点一点的弄。哎呀，妈妈。今天做了个清蒸鱼，孩子特别喜欢吃，帮他弄一下刺。来吧，哥哥，这个，这两个牙齿子人。吃点白菜汤。妈妈给子人。好。饭已经吃好了，我在这里做作业。上一年级的作业就是多。妈妈，我的作业做完了。你有没有检查好了？都检查了，妈妈。你真棒。默默，过来坐在这里。好的。默默，你一转眼就上一年级了。妈妈问你个问题。妈妈，你尽管说吧。你现在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在城市？妈妈，当然是县城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农村人幸福还是城里人幸福？我觉得农村人幸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表表和姐姐都在农村，就我在城市。城市超多香，我想回农村。我想和表表和姐姐在一起。原来默默是想他们了呀。是呀，妈妈。各有各的好，以后你就明白了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咱们去洗脚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带着孩子们洗完就睡觉了。妈妈，我要干苹果。我要给你点啊，爸爸要吃吃。哦。我也要洗了，拜拜。You.